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范范。那今天呢，继续说我们的这个介绍十五位大天使的系列啊。今天介绍的是圣德芬。上一个视频的话，我们介绍的是麦达厂。那圣德芬呢，他是跟麦达厂是亲如兄弟啊，就是我桌上摆的这个大天使，他是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啊。那圣德芬的话，他的名字的意义就是兄弟或者是四海一家。圣德芬的名字呢，他是跟麦达厂一样啊，以 ON 而非 EL 结尾，所以透露出他原本为人间先知的一个身份。那圣德芬呢，他是圣经中的预言家以利亚，那在人间的几月终了时的话，羽化升天，就如这个麦达厂一样啊。有趣的是呢，麦达厂它是坚守了进入卡巴拉生命之树的这个球体入口者，而圣德芬呢，则是负责管辖出口的人。所以圣德芬化为人时，他是其名以利亚啊，他是与耶稣齐名的。那耶稣曾试探问他的门徒，众人说我是谁？这或许是因为传言中啊，以利亚是下一位弥赛亚的这个先驱。那圣德芬的职务呢，包含了一个协调人神之间的一个诉求，为即将降临的孩子决定性别啊，担任音乐家的一个守护神。那在塔木德经中与卡巴拉的描述中的话，圣德芬他是将人间祷文送入天堂的一个传递者，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身形魁梧啊，据说下立于地上而上及天堂，就是他这个身材。在卡巴拉的一个教义中的话，生命之树的最后一个球体称为王国，是进入人类玄学领域的一个入口啊，是大天使圣德芬管辖的王国，是一个由灵性经验与智慧积累这种凝聚而成的一个实体世界。那换言之的话，就是圣德芬在传递与回复祈祷的时候，是会以玄学的这种义理在运用在一个实际的状况里面啊。举例来说的话啊，当真就是这里有一个人，他叫真，卖掉自己的这个住所的时候，他不知道下一站该到哪里落脚，他唯一清楚的是自己应该想远离这种都市生活。而大天使呢，会指引他抵达一个理想的地点，他每日静坐啊，请求天使的支援，协助他找到新的居住地。那真勘测了几个地点啊，都不是很满意。同时呢，他需要搬家的这个期限也迫在眉睫，因为新的屋主就要入住了，所以他就请求大天使圣德芬。那这一位为神传递祈祷与答复的天使呢，他告诉圣德芬啊，请到神的跟前，向他指引请示我想要的答案。那隔日在真的这个清晨的冥想中，他听见一个轻柔的声音说脉络顿接，那真就知道自己收到了之前寻求的一个指示。那于是他就打电话给房屋中介，那脉络顿接呢，街上果然是有一栋完美的房子正在出售。那隔天傍晚，真就签下了买卖合约书，那就是请求了这个大天使圣德芬的一个指引啊。同时呢，大天使圣德芬他也是一个音乐天使啊，就是圣德芬他是与持续歌咏神的这种天使携手合作，谱出让啊这种众人就是去护卫众人的一个天界乐音啊。有一些神学家他是认为圣德芬可能是哈赞或者是他们的一个守护神，哈赞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指音乐大师，所以不管如何的话，很多音乐人他为音乐去求助于圣德芬的时候，都能够因此受惠。那就是这个铎林弗丘呢，也是经常在演奏吉他或者是学习新歌的时候，特别是挑战性特别高的歌曲的时候，也是请圣德芬去指引他。那歌曲创作家与歌手安泰勒，他去录制首张专辑的时候，制作人问他是不是打算加入一首有关天使的歌。那制作人说，毕竟他本身就是一位天使疗愈师。那然而呢，安顿安就是这个安呢，
对创作天使歌曲他是有所迟疑的，因为市面上已经流传了很多相同主题的好歌。尽管如此，有了制作人的一个鼓励，他还是决定去祈求音乐天使啊，就是这个大天使圣德芬去启发他的灵感，并且给予协助。那就在他提出请求的瞬间的话，安就得到了一个支援。安打开这个电脑笔记本的话，开始输入歌词，仿佛自己在记录圣德芬的一个口述。接着他抬起头，看见了一束蓝绿色的光啊，这是音乐天使的一个光晕的颜色。在完成的时候，安发现写下的歌让他道尽了自己对天使的一个叙述。那安说的话，当我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感受到了圣德芬强大的能量就在我面前，偶尔我也能够看见他美丽的蓝绿色的光影，仿佛他在向我打招呼啊。所以如今的话，安就会请圣德芬处理所有涉及音乐跟歌唱事业的相关事务，他都会去祈请大天使圣德芬去给予他一个指引和帮助啊。所以圣德芬他是以优美强大而温和的灵在协助你与神及灵魂之间培养更紧密的关系啊，他会协助你感受到上天的爱，并且知道自己在受到眷顾而产生安全感。所以在下一个视频里面呢，我们会连接大天使艾瑟瑞尔，他往往会在我们生命终了或者是过渡的时候啊，会协助我们。所以这就是今天圣德芬的一个介绍啊，希望大家能够能够成功的连接这位大天使。当然我们再去做一些相关祈祷词的时候，他是一定会帮助我们的。这个就是今天的介绍，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三连，我们下期节目见。